闽南话漱口应该怎样讲怎样写落嘴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示意漱口没炸气你哪想这哪就落嘴没真没关系没带牙刷起码也得漱口不然真不习惯请支持我点击 subscribe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谢谢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